Christine， 我来自槟城。身为美甲师，应该不断的去提升自己，然后拿这个认证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提升自己的一个身份，还有提升自己的技术。感谢 Cindy 老师，我从十年前开始学美甲，就是跟着 Cindy 老师，就是我们 EMAY 的会长。他创办了这个协会，让更多的美甲师可以透过这个政府所认证的、所认可的这个证书，去证明我们美甲师。因为过去其实美甲师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很低等的职业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有政府的认证了之后，就会提升我们美甲师的一个身份，让更多人去信任我们美甲师。我也想要感谢金老师，从我一个是完全零基础，然后一直带着我到现在，步入大学毕业这样子，然后很感谢他，然后感谢我的家人，一直都是很支持我从事这个行业这样子。Congratulations to graduate of 2023.